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是昨天到的快递，里面是那个牛棒骨。来的时候还带着冰的，不知道现在化了没有？打开一下，看一下。包的还挺严实啊。呀，冰袋全部化掉了。看看我买的这个牛棒骨有多大啊！这一个，这有1斤半嘛？这都是人用的。牛大骨头，这是。看看这些，还是比较新鲜啊。都有骨头。骨油还挺饱满的。看看这七条线，今天这个太阳还可以。七条小母，二十天，看长多大了。这个白的最大。这七条骨架都挺大的，这是排老二吧？这条小母是老三。然后这个是排第四。这个是第五。这个排第六，这个是第七，这个是有点纯黑色吧。啊，晒晒太阳嘛。这小狗刚刚20天，这是丢狗配的这个豢养。这个骨架还是蛮大的。这个不得不说啊，这个进口的种公丢狗的后代基因还是很棒的。看这小鸽子，这都是刚20天的小家伙。
这爬的可快了，我比较喜欢这条。喜欢这一条，还有这一条，白爪的。看我在这一直拍他的小孩子，有点不愿意了。要是天冷了，我都不敢让这些小狗出来。今天天气比较暖和。哎，看这条小子找奶吃去了。这个是牛骨汤配的狗粮啊，这是幻想的中午的这个营养餐啊。灵珠够的，这也是我自己留的两条。莱卡小叮当，给大家简单聊一下啊，犬舍的目前的这个状况啊。现在新犬舍这边嘛，总共有个大大小小吧，二十几条。然后先那个老犬舍那边还有四条大狗，将近就是大狗小狗吧，总共也就是三十条吧。然后之前比较多，之前好像有五十多条的，我算了算。然后都是小狗嘛，小狗居多。这一段呢，这个最早是那个诺基搭配的这个黑妹生在一窝。然后我自己留了一条，那个就是刚才那个莱卡，留了一条，另外两条就是出售了。然后还有诺基搭配的一条就是那个阿特拉斯，短耳雪的一条，是一个朋友那边的，也是在我这儿犬舍出的狗，那窝是八条里边留了一条这个，叮当就是那窝里边的。然后他母亲那条是跟黑豹那路血，就是铁牛的后代啊，性格也是非常的狂暴嘛。那窝留了一条，其他的那七条吧也都出售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黑豹搭配这个
灵珠的后代，九条吧，九条一条也没留下来，也是全部出售了。黑豹吧，就是铁牛，跟这个赛迪的，儿子，是我当时一下拿来了三条，两条母的，一条公的嘛。现在那两条母的，都送人了，就留了一条黑豹。铁牛呢，就是西班牙进口的一条，很不错的种公。赛迪呢，就是韩国进口的一条种母，然后出的这个黑豹。这个灵珠呢，灵珠就是黑妞配的这个诺基，诺基的骨架比较大，然后黑妞是大老黑的，女儿，大老黑配的，跟黑豹同父同母的一条母犬，性格也是比较不错，出的黑妞，然后灵珠的后代也是蛮不错的吧，灵珠。现在长得跟这个二次发育了，有点像这个大老黑的翻版了，粗壮，脑壳也大了，现在腰也粗了，但是没有诺基那么高，也将来了以后找一条好的公的，再跟这个灵珠搭配一下出游，然后再有就是买来的五条小母。就是中国，最大的一条普家犬，叫痞子，也是一条黑虎皮的，他母亲呢就是我犬舍那条进口的威拉，然后他父亲呢就是一条西班牙进口的叫大狒狒，应该圈内的人都知道普家圈里的人，现在九岁吧，死掉了，大狒狒死掉了。然后搭配了一条，就是这个痞子吧，搭配了一条传奇叫莱莱，然后生了九条狗也是，然后也是这个朋友也是经常聊嘛，然后我一下弄过来了五条，都是母的，计划着是想留一条呢，留一条这一两条吧，这个母犬做这个种母，但是性格上面。还可以，但是我不太要，就是说长得特别大的那种犬，大也可以，但是一定要就是说结构要好。这五条小母吧，不知道后期的变化会怎么样，但是目前看结构不是太理想的，所以说，也没有留，也是全部的出售掉了，然后还有。再一窝就是这个诺基搭配的白道，这窝小狗现在也是出售完了，完全出售完了，这是之前的这都是今年的小狗，全部出售掉了，然后下边这一窝就是进口的种公丢狗配的黑妞的一窝，这窝小狗现在有三个月了，但是这一窝呢生了十二条，出售了两条。然后剩下来还有预定出去了几条，还有几条吧，还有七八条。这七八条狗啊，一是这个营养没有跟上，再一个呢，就是说它这个现在还在我给它调理中，基本上恢复的算差不多了。性格上面，我待会儿要看一看，三四个月的时候要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缺陷，反正。怎么说呢，目前看嘛还有几条蛮不错的，其他的吧就是一般，这窝总呢说实话说良心话不是说太着急那个出的，我要去作为一个繁育者来说吧，我要去看看就是这窝狗它将来的就是说这个品相啊性格方面啊，到底有没有完全能遗传到位的啊，老是这个繁殖了就出售了，繁殖了就出售了，也不知道将来他们会长成什么样，所以说我要每窝里边我可能要留个一条两条的，到时候要看，因为这上面这些血吧都是一些老血，然后再下一窝就是这一窝二十天的小狗，是
也是进口种公丢狗搭配的这个幻影，这窝狗比较看好，生下来以后那个骨架就是特别的大。一开始它肚子怀孕的时候，我这次又得生个十几条吧，结果呢就只生了这个七条，因为啥呢？因为那个骨架大，所以说生的少。啊，等到这个50天以后吧，到时候再看。啊，反正都不着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我犬舍出的狗，啊，所有的狗，啊，都是根据它的这个性格，还有结构、品相来决定它的价格。哦，现在犬舍呢就养的这一种犬，就是西班牙普雷萨加纳利犬、普加犬。如果说这些狗没有性格，它就根本不值钱，就不用说长得有多好、多漂亮。如果说没有性格，它就不值钱。咱说良心话，这狗现在在我犬舍一条小狗养了3-4个月，成本就在1-2千块钱啊。说白了，我们能不好的这种就是说淘汰的狗，卖个2-3千块钱是很正常啊。也说白了，也就是一个搭个功夫，然后有一个成本钱啊。然后好的吧，怎么说呢？1-2万的也是它，3-4万的还是它啊。所以说那个东西呢都不好碰啊。大部分嘛，还是都算得上是中上的啊。我要做的呢，就是以后只求啊质量精品啊，尽量要让这一些小狗们没有那么多淘汰的啊，也不将来呢也不去追求这个数量。现在犬舍的就是三大血系啊。阿特拉斯短耳血，然后德意林马血，还有祖鲁血。祖鲁血吧，算是一种很古老的西班牙那边古老的一种血系啊。这三种打架还有性格比较强悍的，还是属阿特拉斯短耳血。这种狗确实比较强悍啊，一般人就是说没有养过狗的，你根本驾驭不了它的这个紧凑度，它就不用训练，它就出生你都没有训练，你就往这一站，紧凑度非常好，然后而且是前肩高，啊后腿低，啊这种就是结构好，后驱你应该那个两个小屁股蛋儿啊，那个都是肌肉，而且还宽，啊就是这种狗才会有后驱好的狗，才会有耐力，啊打架了各方面啊都是打猎。才会能持久性的作战，啊，如果一看那个后腿，就是说软软的那种，而且直直的那种，就不行，耐力就不行。所以说现在普加圈里边人都在去寻找一些老辈儿的这个普加犬，6-7岁的、7-8岁的，越老越值钱了，现在是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来近几年这个繁育的都不行，啊，一代两代以后都不行了，啊，所以说很多这个普加人在去找这个5岁以上的母狗，就是普加，啊，比较现在是比较吃香的。我犬上就是那条白雪嘛，就是2次发情我都没给它配，啊，想的也是等到它。2-3岁以后吧，再配吧，啊，这样要比他那个1岁多配的时候要好，啊，有喜欢那个西班牙猎犬的朋友关注我一下，啊，有什么问题咱共同交流，啊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